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崔智友与女儿一起欣赏窗外美景，取材自 Instagram。 韩国戏剧天后崔智友2018年闪嫁圈外男友，去年5月顺利诞下女儿，首度升格当人母。她近日开设社交媒体 Instagram 账户与粉丝交互，首度曝光与一岁女儿的合照。虽然女儿仅露出背影跟侧脸，但仍有不少网友大赞可爱。45岁的崔智友早年以冬季恋歌及天国的阶梯走红，2018年3月宣布闪婚小9岁的科技业男友，去年5月生下女儿后火速恢复苗条身材。早前出席珠宝活动时身材跟产前一样纤细。崔智友日前受访时透露，女儿跟自己相似，说话时嘴型很像，虽然每天总是被孩子的叫声吵醒，但看着女儿一天一天成长，不知不觉间已懂得手舞足蹈，让她感觉生活平凡又幸福。被问到会否再复出拍戏时，崔智友表示，她现在有空会阅读剧本看电视剧，但不急于复出。她还说自己学会把目光放得更远，不能与亲友相见的时候反而更懂珍惜。编辑宋南义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